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沸腾。8年抗战，2000多万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怎么能不让人激动和欢欣？但是蒋介石的行径却与人民的和平意愿背道而驰，他企图利用日伪做守卫，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挑起内战。为了抢时间准备内战，蒋介石欺骗舆论界，于8月14日、20日、23日连发3封急电，催促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去还是不去？全军上下、党内党外意见纷纷，许多同志和朋友都主张不去。蒋介石骨子里是个政治流氓，鸿门宴的把戏已经玩得太多了。1929年蒋桂战争为分离两广军阀，在南京小汤山扣押李济琛；1931年为对付国民党元老派，又扣押胡汉民；1936年西安事变时扣押张学良。他一贯不讲信义，不择手段，谁能保证他不会故伎重演呢？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军队的统帅，是全国人民的希望，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不能让毛主席去冒这个险。毛主席的态度却十分明确，应该去，必须去。他说服党内的同志，人民的意愿必须全力去争取，内战的危险必须全力去制止，蒋介石的和谈骗局也必须去戳穿，去才能争取到主动权。为了华夏苍生的幸福，毛主席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8月28日，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政府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飞抵重庆。山城轰动了，世界震惊了，一切谣言不攻自破，共产党人的大仁大义昭之于天下。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毛主席真的会来重庆，所以对和谈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方提出，蒋介石完全陷入了被动。毛主席提出，第一，中国要和平；第二，中国要民主。一心搞内战独裁的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表示赞同。
在政治民主化的口号下，不得不在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有所许诺和有所让步。承认我解放区解放军是蒋介石死也不干的。不仅如此，他还妄想逼迫我们交权交枪。他的代表无耻地提出，抗日已成过去，解放区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美国大使赫尔利直接威胁我们，共产党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不要谈了。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群起鼓噪，共产党就是要地盘，共产党只争枪杆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谈判斗争极为激烈，蒋介石还边谈边打，调集重兵进攻我上党地区，以武力相要挟。毛主席从容不迫，针锋相对，你谈我谈，你打我打。在上党，我们坚决消灭来犯之敌，消灭敌人13个师，使蒋介石的赌注输了个精光，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我们顾全大局，主动做出让步，将南方的8个解放区，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皖南、湖南、湖北和河南让出来。我们的军队可以按国民党军队1/6的比例缩编至24个师，甚至20个师，只占1/7。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和让步牺牲，争取了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势力的同情。谁在真正顾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已有目共睹。毛主席利用重庆这个政治舞台，广交朋友，扩大影响，推进和发展统一战线。尽管国民党封锁新闻，封锁消息，但是毛主席所在地仍然成了山城的中心。他与来自各界的新朋旧友叙谈友情，畅谈国事，交换意见，不但会见一直支持和同情我们的左派朋友，还主动与国民党右派接触。他说，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要做具体分析，也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他那博大的胸襟、气度和远见卓识，感染影响着周围的人。万里雪飘，广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姆银蛇，原驰蜡象，与天空势比高。须晴日，看红装束，奔腰43天艰苦激烈的谈判斗争取得了成果，于10月10日签订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蒋介石被迫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在谈判协定上签了字。签字仪式后，国民党代表邵力子表示，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这话说出了事实，这个和平尽管短暂，却是我们党毛主席全力争取来的。蒋介石后来撕毁协议，发动内战，就自动站到了与人民为敌的立场，在全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在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仍然没有停止对解放区的进攻。从日本投降至当年10月17日2个月间，就有30座解放区城市被国民党军队侵占。
我党并没有因为努力争取和平民主而对国民党当局寄以不切实际的幻想。十月中下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又连续进行了平绥战役、金浦战役、邯郸战役三个战役，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11万人，迟滞了敌人深入华北、进兵东北的行动。在邯郸战役中，争取了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路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上率部10000人起义。这件事说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发动内战是何等不得人心。这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政府驻蒋内战的政策激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使美国局部的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2月15日发表声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主要政党代表会议，以早日解决内战。为此，派马歇尔作为特使到中国调停内战，但是在实质问题上明显的偏袒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发布了停战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后，于1月31日闭幕。